这群野狗正在狩猎一只油猪，只见油猪横冲直撞的想要逃跑，然而野狗群有着绝对的数量优势，油猪很快就被包围了。野狗群开始展现掏钢技术，现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油猪寡不敌众，根本招架不过来，很快就被放倒在地上。饥饿的野狗群开始疯狂进餐。此时一只母狮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，面对草原之王的进攻，由22只野狗组成的队伍也只有逃跑的份，不然被抓到就会嘎嘣脆。而就在现在，另一群野狗也来到了这里，他们只有6名成员，带头的名叫玛娜，从贫瘠恶劣的地方跟随迁徙的兽群来到了这里。相比于大型野狗群来说，他们的生存会更加受到考验，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绝对的默契，尤其是在狩猎的时候，他们会从四周设好埋伏，然后一起靠近猎物，不断的收缩包围圈，最终成功的制服了猎物。